半应该是到你家门，不是到我家楼下。他说十点半到十一点到我家。到你家吗？现在是录影，我知道。跟你讲话。对，要讲话吗？嗨，超级兵荒马乱。没有，我感觉很那个，你很温柔。我本来预计要很聪明。耶、，say hi， 对，嗨，林桑，你好。哇，姐夫不错。好，来来来，谢谢。干嘛充当摄影师？是最帅的一天。你们是要先拍照吗？拍一下。时间可以折磨你。Thank you.
说，如果你碰到难题，我又解决不了的话，你就直接扣薪两下。没有这件事，看一下。你怎么？这是千年属性。立委千千年属性。好好卖身契，没错，这有点丑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进入正题。第一关就是这个爱的包包。我们刚在庭院里面放了三颗气球，然后每个气球下面都有放一个关卡，可是一次只能踩一颗，所以你踩完那一颗的时候，你就要过来闯关，就完成纸条上面那个任务，然后总共是要在十分之中之内完成，三个都要三个，一个人去找一个出来，不行，不行，只能一颗新郎，然后伴娘这时候没有作用，所以只能一颗哦，那只有十分钟时间，如果输十个，我们可以帮忙看吧，我们可以帮忙看在哪里吗？对啊，我们可以去找花招，真的没有很难，我们全力挺新郎，打完一颗就要先。好好 ，OK， 我们先找摄影师。我先找摄影师要拍。好。对，好，然后我要先。对啊，自转十圈。你要在原地哦。对啊。然后我要先设定时。哈哈哈哈哈！设定时格。李少文变了。我真的人很好，你们不相信。十分钟，开始喽。开始喽，转圈喽。哈哈哈哈哈！开始。好，一圈。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你还知道自己是谁吗？这边穿一边穿一边。哎，你们怎么可以？怎么办？你要紧张了，不用踩了。是什么？有纸胶带。对。看一下。爱的五连拍，和伴郎一起完成可爱三连拍，每张照片必须要有爱心且浮夸，姿势不可以重复。必须要爱心。爱心吗？就是要拍三张，拍五张啊？拍三张，所以是三个动作都不能重复，所以要先想好动作。对，你要想好。第一个这样子，因为道具可以借你们。哦，没有道具，没有道具，道具，那就用道具拍一张。然后，对啊，这样子啊。好，然后是，然后是，对，那不能重复，要浮夸。啊？要浮夸。往两边过来，这样够浮夸。OK， 拿着这个，自己拿这个，可是要连续三个，一次拍完。那大家要拍一张一张，一张一张拍，那第一个，第一个。就超浮夸的来了，他一直在那边，是在都是这样。对呀，大家可以当背景吗？好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一。OK 吗？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想一下，想一下，三个一起这样子，可以，可以。就这样子，一定要这样吗？这样好像有点怪，对，超浮夸。准备第三个，要浮夸的，要够浮夸展现你的爱。那就这样子哦。三个这样超浮夸的啊！第二张，哎，惩罚吗？第三张，这应该很浮夸吧？应该 OK 吧？
等一下，我们看我们的少王官说，我觉得太含蓄了。10分钟哎，十分钟，对啊，十分钟，你再断一下。还有其他两关。进球。你给我们看照片是拖累我们的。这个是。这里。这边。拿那个30公尺线嘛，也不能靠近的。蔡振兴一口难开，新郎新娘自赛制，新郎伴郎自赛制，一样走到部位，把爱心合力得到指定位置。上辈子我们应该在一起。
哎，慢慢来，没关系，反正感觉上是要被惩罚了。剩下的已经十分钟了，应该已经七八分钟了吧？还有一分半。都是那个陈慧拿照片给我们看，是，那个拖了我们两分钟了。用筷子夹红豆，把红豆变成爱心。哦、再多大？多大？用筷子夹。平时吃饭都有在算饭。然后信封要写上欠家的地址跟收件人是欠哦。哎，伴郎不行，动手！不行，动手！好严格，你们还没有。好严格哦。是。卡在手面胶了。对。我剩36秒了耶。应该。那我慢慢来。特效哎。快点！应该拿铁的，拿铁的就不行了。拿那个韩国的那个，韩国那个超大，它是平的。哇，这值得留念，但会发芽。明天就长出来。我们下午就拿来煮汤喝了。好可怕、啊！先说放很久的红豆。你确定还是红豆？哈哈哈哈哈！就是那个什么老鹰红豆那一种，对啊，不像超大颗的。老鹰平常吃的。好、哦，因为他们撞红豆。对，那边有老鹰啊，我知道，就是他们就是是什么，他好像不打农药，然后就让老鹰可以那个。要说拿的越什么筷子拿的越长，就代表他会去。越长越远，老婆。有台中吗？明明看那么近啊！对啊，要看原生地。也是也是。原生地，对，原生地是痛。这边谁讲的？好，算你放心。选到你专长的时候。但是其实讲的，他应该有玩手过。我们现在懂得吃便当，他应该有观察。他都吃很快，讲红很会用筷子。他都吃很快。哈哈哈哈哈。
分心到多少？城市间的形式应该不干你的事。心中只剩下红豆跟黑豆，你可以放一下王菲的红豆。加每一颗红豆的时候，心中就默念一次“太可爱了”，不然你可以念出来。那我们惩罚有多少？真的吗？我曾经红豆会讲话都很奇怪，就一点可信度都。因为真的大观主义上我，我直接把它放下。所以我觉得很好。照片非常的快完成了，耶！这运动加精神，加一起坚持到底。看我爱你，看我爱你。然后他们到最后会问你说，你总共拍了几个照？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是反串，我没有想到这一件事。稍微只有三红包。香风其实我们很棒。有赞助的。都没有奇怪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放在后面。我昨天还在看到一个中国迎曲，好可怕哦！所以昨天在看我看中、欸、你真的很快耶，看中国迎曲分钟容易耶，完成。那你还要写上参加的地址，要放进去。还要写城市的，写城市的。重点是你记不记得地址？如果你不记得地址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南郊区这个事情。他就在那边啦、啊。对，我想说他还是。他排的好漂亮哦。嗯。排的很好。嗯。哎，好厉害哦！结果他很会夹哎。在哪里？结果是看一边在看直播就对了。对啊。哦。所以看所有事情。但要求就很快啊。然后新娘说：“我来。”这简单这样子，不可能的。因为新娘说再加难度，再加一下，再加一下，不可能的。耶，好棒哦！这是爱情现实。要解说，要解说吗？唱一下爱情现实。公主抱抱是原地转三圈，是不是瘦啊？我七十，六十，好搞笑！还是你要挑战高难度的？对，没有啦，六十，六十。哇，先生练习一下。对，等一下你要抱新娘上楼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两个育有一个女儿，然后过着简单又幸福的日子。结果有一天早上呢，看讲起来不知道怎么了，她变了一个人，变得糊里糊涂，而且非常懒惰。
所以身为老公的家风呢，仍要完成他片脚明常做的家事。所以呢，你等一下会得到一张任务卡，你必须在十分钟内依序把上面的任务全部完成。成功的话就可以成就进到下一关，如果失败的话呢，你就要接受你的惩罚。任务卡在这。第一个是你要去早餐店买一杯红茶，一杯温奶茶，我给你50块。对啊，那个是你要帮这只拉拉熊穿上它的衣服跟尿布。对，接下来呢，就是因为它很想要你的父爱，所以你要背着它。背着它。因为你还要帮 Ken 扫地板。所以要背着它买早餐吗？不用不用。好聪明。好，再来。好可爱。可能要调一下。
为他的头他训练会款式可以吗？这还舒适吧？可以。我把那个熊熊的头露出来好了。好可爱。好可爱。OK， 好。哇，好可爱。扫地要扫地。有刚刚有看到？我们还移过来哎。有在注意有在讲，我看到。Gracias.
起来喝。我跟你讲，你要不要自己？自己不用的。那你当下就喝。好有了，口渴了。毕竟你们是那个前世的前世的情人，前世情人。那这个时候，拿跟 Ken 讲我要抢亲。哇，你还背着小孩，还背着小孩交杯酒，这个。在向左右边好了，好不好？试试看，可以起来，那一起来，好。好，来，那这个，好，来喽，来个动作，三，再一张哦，我们加个手势，好吧，可爱一些些的。好，来喽，三，二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诚意，对，要有诚意。然后跟上面说板子上的这句话。嗯、OK， 好，开始喽。开始。好，第一题五秒钟。五秒钟。五秒钟。还要计时。哦。五四三二一啊，那就打了。因为 Ken 没有下面
哪一件社运 T？ 但是有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五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四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哎呀，他们有曹运的，一，还有曹运他没有，曹运，门开了，越进去了，真的，还你刚刚说我复选啊？哦，复选啊？嗯，复选啊？你没有听认真听观众讲话？曹运跟导播。来不及了。好了，对了，曹云跟导播，真的哦，超强的，他没有导播。哦，好，那我抽中间。你居然没有拿一件给他。第二题，五秒钟哦。好。Ken讲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五、四、几年几月？四年。二八。好。就我刚才讲七月。对，没错，就是1985年6月28日。强哎、欸，好，接下来是第三题，向 Ken 抢求婚的那天是几年几月几日？今年的六月三十。哦，2017六月三十。好耶、yeah ！好，下一题跟谁的？对，郑中。看着星座跟血型，大家上秒吗？二巨蟹 O 型。为什么讲到自己巨蟹爱家？最后题哦，最后题是要讲到关注满意，没错、哦，就是最喜欢 Ken 的三种特质。三种特质哦。嗯，叙述强一点没关系，三种、嗯、要满意才行，满意才行，认真想。正义感。正义感。太少字了吗？哦，没有，就是对那个社会不公平，那个关心弱势。对，你题目不要太难了。就愤愤不平，他比我还凶。这个不行讲啦！哎、欸，这个是吗？而且就喜欢这型的，我就知道我太温柔了。再就是他的就是爱家，就是非常爱家，就是照顾，或是照顾猫，乱照顾。对啊。好，还有。然后第三个是他很会规划，不管人生规划还是旅游规划都。蛮厉害的，我还想再听再多一些。再多一些哦，已经蛮感人的，我没有听过嘉宾讲这些。是哦，对，他不是真心，不太回家。再阿考一个就好了。再阿考一个，今天你是主角，去吧。喜欢打抱不平，就是我刚刚讲第一个，对啊，就是跟我一样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台独建国的，重要，对，这很重要，这要政治正确，要慢慢走一起。哦，对 ，OK， 好，但由于第一题呢，因为我们新郎没有认真听观众说的候选题，所以呢，你还是必须还是有惩罚，就只是等到三个小时都完事了。这个角度看，加分的话，你要写下刚刚那个。你要写更多我也 OK， 就是要写出来，然後把全部写下来这样。看、欸、忘记什么，那笔在这 ，OK。哎呦，就是在这边写，我帮你拿着。这边也可以写，这些我可以做，这样好做就行。你好，今天要分享吗？用细的写还是抽手用抽的？写大一点。更丑的爱情更丑。耶！是要写下刚刚那些？没有啊，他想写什么就写。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对，你有很多时间，这可以留念呢。你看这是什么？
好丑、哦、哇！我都想拿旗子出来。对，因为弟弟应该没有听到真的，你刚才讲那个 Ken 的特质，所以你给他讲完三个之后再重复那个。好，讲一次哦。再把那个四个特质讲一次好不好？首先是第一个是那个对社会的不公义，就是非常的正义感，然后再第二个就是他非常的爱家，然后也很照顾，就是照顾我或是没有没有好好这样子，然后再第三个是他很会做规划，不管是人生的还是在旅游各方面规划，他都想的很多很细腻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都是想要走台独建国的，对，这一定要政治正确，对，就是因为这些原因，所以就想跟他一起走在一起。耶、yeah, ，然后你要三个语言，就是、三个语言，对，台语。先用 Ken 我爱你，然后 Ken 讲爱西台独，然后再来是 Ken 我介意你。完成了所有的门打开，可以开门了，我等不及了，先进去，我好好好，就给你 ，OK， 开门，进去，等一下，那就进来了。哦，太我来了，你来的。单膝跪下。谢谢你不用来，我怕他肚子会。肚子不是裂掉。现在就心疼了。还有刚刚的那个叫什么录影也可以，你可以重放二十遍的。我真的感觉我应该是今天可以笑着入梦。是。好。嗨。嗨。干嘛 ？Hello。初次见面。初次见面。先办床戏。哒哒。穿鞋。就每天都要像初恋一样。每天都像初恋一样，找得到我的脚。我是美人鱼刚变的，然后我的脚怎么？舌头没有上妆啊，我认真的追。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因为其实手也有妆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亲嘴了，大家比较想看亲嘴，亲嘴好不好？就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再一次不动哦，大家都拍到了吗？就这样撑五分钟，还在拍，还在拍。对对对，我们的相机比较慢，真的。我这快门还没好。
大家都拍到了吗？好像还差那么一点点。可以了没？现在喉咙上口红了。是啊。出去也要再闯关吗？出去对啊，其实你知道我还有那个隐藏关卡。隐藏关卡。这样帮我怎么？可能帮我要拉一下好像才这样。拉了。我要转一下。把尾巴放后面，先很高，妈妈。好 ，OK， 可以可以，好好放下来就好了，放下来就好了。是后面那一片，后面那一片是。就可以，就可以。就后面那个人放。是你手吗？在旁边吗？就是可以请手帮他。我也帮你起起来。嗯，麻烦一下自己领自己的旗子啊。OK OK。麻烦一下，有那个反和旗啊，还有台独旗啊，还有彩虹旗啊，麻烦自己的那个议题的。一定会有的。还有蔡大福旗啊。嗯，没有局外人吗？局外人，哎有啊，局外人在枕头上，局外人在那个衣柜里面。把右边衣柜门打开，右边衣柜门打开，然后衣服右脚脚那边有塞两件棉被。是可爱的。要拿起来。后面刚好有。对啊。是，对。哇，对，好，很甜蜜，好会啊，是很会。其实有布置过。刚好哎。来一张吗？超开心的就好了。超开心的，然后就哦。其实你也可以，我们就火锅两个人嘴对嘴，嘴嘴啊，靠近对方也可以，好吗？来，再靠近一点点。可是不能亲，没有啦。所以呢，保鲜膜出来安全度。举起来，入境可以啊。自己入境吗？对，麻烦可以，那就自己来喽。哦，捧花可以先马上站到位，可以。可你们两个不能拿太高，拿太高就挡住你。就这样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就只有我吗？对啊，只有大家都不相信，就只有我。好，先照一张。好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。啊，这边来，谢谢，恭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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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山。那我们就要跪下了吗？
样红。这个红到。这个红到。
以前先说，先把这个声音好了。
会往到那个就是县民大道，就高架桥的时候就马上往到。你要带手机会比较好。来，阿姨你拿，拍，你握这个，拍拍大家嘛。握哪里？握对，就这样。好，就这样握着，然后一定要对后面。好，新娘一上车，幸福一整车，一辈子。好，阿弟有问我们手机吗？对，等一下要去拿。可以可以，要放了哦。好。好，请下车。
祝你们幸福美满，谢谢爸爸妈妈。是哦，他就是我们下方，对呀，下面陪，还有这么纪念照，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都可以，谢谢。再讲过，今麦听，今麦听，今麦看，今麦看。哈哈哈！看看是不是传教？哈哈哈！紧张呢？紧张呢？哈哈哈！下来吗？不用啊，他说他可以准备我这个。他直接回去载哦。你这五好，那你跟妈妈说。我俩管定了，好。结婚，不支持妈妈的。家里好，啊，他家他家。我从这里出去。从大门要关，就是不算。这上一个。其实是大醉吗？他们是说这么的真的是海钓船，刚刚经过他的观光。那个好像有，那个有，你这样那个餐厅有放我们写那个，你怎么写的？那个有放我们写那个鼓楼，哎，鼓楼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找到店长的电话。啊，你有店长电话吗？没有。9228。201877。先去。嗯，公妈出汗了吧？
我跟你说，等等等你等你去敲柜。拍一张。
一二三。啊？你们中间旁边两个。那你们在中间。这边。这边。你们中，你们。感觉先拍好了，你们先拍一张好了。给两个先拍一张。先拍，那把空的椅子收两倍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可以拍很多东西了。好，来咯，跟我咯，三、二。